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 Jackson 啊。咁啊，为期7日嘅书展2018，今日终于正式开幕啊。咁啊，虽然今日天气麻麻地啦，咁啊 keep 住都落大雨啊，但系无咗一众嘅书迷啊，嚟到书展现场睇书同埋买书啊。尤其是啊，中午过后咧，嚟到嘅书迷咧越嚟越多喎。嗱，大家睇下我身后边啦，见到有陈豪同咖啡，究竟同我哋信报有咩关系呢？我而家即刻再搵嚟我哋嘅同事 Carol 问下佢先。Hello Carol， 你好。你好 ，Hello， 又系我啊。咁啊，想问下啦，嗱，陈豪、信报同咖啡究竟三者有咩关系呢？呢个系阅读的味道，其实系我哋请嚟 Blooms 嘅创办人陈豪咧，为信报读者调佢嘅专属咖啡嚟嘅。咁呢一个专属咖啡咧，系我哋希望咧，就系信报读者系可以品尝咖啡之余咧，就可以一路睇我哋信报嘅出版。我都去試過味㗎，咁咧而家喺書展期間咧，大家購買任何書刊咧就可以加45元換購。仲有一樣嘢，大家睇到咧有陳豪嘅簽名嘅，我哋係捉住陳豪咧幫我哋簽名，好限量嘅，咁所以咧就要換購咧就快啲嚟書展啦。啊，聽聞咧即係陳豪簽名嘅閱讀的味道唔係好多啊，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想要嘅話咧，就記得嚟到我哋信報 counter 啦，每日有限量㗎，所以事不宜遲，大家要趕住嚟啦。咁啊 ，Carol， 另外再想問啦，因為我見到咧，我哋即係信報嘅 counter 裏邊，其中一個就係話網上付款就有呢個20元現金回贈喎，究竟係咩家伙呢 o、okay, k 因為我哋咧今年好方便讀者啊，如果大家訂閱呢個信報網上版嘅話咧，即場嘟下 QR code， 跟住喺手機度自己網上付款完成咗之後咧，我哋現兜兜俾翻20元俾訂户啊！哇，咁多優惠，我唔同大家講咁多啦，約定你書展1B28信報 counter 見。